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657面，第六行，端心真意。指正心诚意，善护己念，远离三毒，不思邪恶。从这里看起啊，这是佛告诉弥勒菩萨，也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大家，特别是在今天这个时代，这些开示就好像是为我们现在人说的一样，要端心正义，不为众物，这就是大德，我们讲断恶修善，积功累德。正心诚意，佛法没传到中国来之前，我们的老祖宗古圣先贤呢，就教导我们。这些道理，大学里面讲的三纲八目，三纲是明德、亲民、知遇、至善，八目里头各无致知、诚意、正心，就是指的这个意思。端心正义不容易，他先决的条件是要格物，物是物是什么？欲望、物欲，也就是说，一定要把欲望放下，因为它是一切恶业的根源。只要有欲望，哪有不造罪业的道理？所以古圣先贤把修身、积福，第一个条件就是放下了欲望。纵然不能放下了，也要把欲望降低，你才能修复啊。今天这个世界，圣贤的教诲也没有了，佛菩萨也没人相信。所以对于欲望可以说是已经没有底线了，也就是欲望在膨胀，造成身心种种病态，这苦不堪言呐。同时也造成地球上这么多的灾难，这从哪里来的？全是欲望膨胀产生的现象。
那格物这两个字就非常非常重要啊。格物是自己跟自己奋斗啊，自己克制自己的欲望。如果能把欲望统统放下，这个人就可以成圣成贤，学佛就能成佛成菩萨。这个东西是大害啊，没有好处啊。事出世间大圣大贤给我们做出的榜样，都是把这些欲望看得很淡很轻。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表演，他日常生活确实是三衣一钵，日中一时，树下一宿，全往下了。他的生活是法喜充满，常生欢喜心呐。经典上所记载的，释迦牟尼佛从来没有犹豫，一次人家看到他有忧愁，他有烦恼，一次也没有这个记录啊。人家为什么能过这种快乐幸福的人生？就是没有欲望。所以欲望给人带来的是烦恼，是忧虑。现在人讲是紧张，是压力，那是现在人的术语。这样的生活，纵然地位很高，拥有很多的财富，他生活的不快乐，依然生活在痛苦的世界，远远比不上。所以贫而乐，贫而乐是谁？圣人，孔子、孟子、颜回，那都是贫而乐这是很值得我们去反省，值得我们去思维我们这一生是做一个快乐明白人，还是做一个烦恼糊涂人那些大富大贵是烦恼的糊涂人这在经上讲的，这是花报果报呢？幸福明白人来生升天堂，他要念佛，他就要西方极乐世界去做佛做菩萨了。那糊涂人呢？烦恼糊涂人呢？来生都三途去了。这是这一段经文里面讲的无痛无少啊。无痛是花报啊。无烧，这个烧是地狱，它代表三恶道。所以想象这个就太可怕了降化期，那个降是降低，降低欲望要把欲望化开彻底给它放下了这样我们才真正能做到端心正意。欲望没有了，智慧就升起来了。所以格物下头是致知啊。人有智慧才有诚意，有诚意的人一定有智慧。
啊，没有诚意的人，换一句话说，他有烦恼，他没有智慧。啊，通通有连带关系。啊，有诚意的人心就正，正是没有邪念，没有妄念。啊，这样才能够端心正意。啊，所以这里底下记住，善护己念。这个念是正念，啊，护自己的正念呢、啊，远离五毒，啊，现在三毒要加两个，为什么我们越想越可怕？啊，贪嗔痴是三恶道的因。啊，可是慢跟疑带给我们先前的灾难太恐怖了。啊，傲慢是心不平啊。感应的是地震。啊，怀疑更可怕。啊，他感应的是大地松散了。我们在地藏经上念的监牢地神啊，地是我们一切众生所依靠的啊，它坚固啊。啊，现在的地不坚固了，松了。啊，那就很容易呀、啊，往下沉，是地陷了。啊，地为什么会陷呢？疑心啊，怀疑所感的。啊，山会倒下来呀、啊。原因是我们什么都不相信。所以信事出世间神仙都把它摆在第一位，它太重要了。你看净土头一个就是信，信愿信，华严经上说信为道源功德母啊，信是得道的根源，是一切功德之母，就是说他能生一切功德，这称为功德母啊！啊，不信麻烦可大了啊！中国过去这些读书人把这个字看得很重要，人无信则不立。啊，人要没有信心，你不能立足于社会。把这个字看成这么重，啊，它是五伦里头的一颗。五伦是仁义礼智信，这五个字。啊，现在这五个字全都没有了。啊，仁者爱人，现在的人不自爱呀，他连自己爱护自己他都不懂得，他怎么会懂得爱人？啊，为什么我们生在这么一个苦难的社会里头？这个时代啊，就是五伦没有了，
五伦是人与人之间正常的关系，这关系没有了。五常没有了，四维八德没有了，社会都乱了，地球灾变异常。今天确实有不少至死人人在寻求怎么来拯救社会，拯救地球。只有像孔老夫子那样的心态，我们才有下手之处。现在人相信科学，不相信祖宗，不相信父母，不相信老师，对于圣贤佛菩萨更不用说了。完全斥之为迷信，这就该受苦啊，该受难了。孔老夫子一生的态度，这是中国大圣人，外国人尊敬的。他老人家告诉我们，他一生，我们可以说做人的一个态度，基本态度。述而不作，性而好古。这就八个字，父子信心具足啊，相信自己，相信父母，相信神仙。这信心十足喜欢跟古人学，现在我们古人东西都不要了要新奇的东西，奇奇怪怪的东西。麻烦在此地夫子老实，你看一生述而不作，没有创作，没有发明现在连幼稚园，上幼稚园老师都要教小朋友要创新，你看看创新那都是些稀奇古怪的，都是对自己有害的，对别人有害的对地球有害的，他创新这个东西出来我们也可以说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本质多好啊，人之初性本善啊，本性本善啊，多好啊，被教坏了想想中国古代的教学，确实都以孔子作为标准性而好古遵守古圣先贤的教诲，没有创新的这个念头，没听说过旧的东西你都不了解，你怎么可以创新？中国有一句老话讲，推陈出新。你了解旧的东西，你才有能力创新。你对旧的东西又不所知，你创那个新，那新决定是有害的东西。
啊，这个成语的含义很深呐。啊，我们必须重新建立自信心。啊，回过头来相信自己。啊，自己是什么？儒家讲的本性本善，要相信自己本性本善呐、啊，要相信佛讲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人人是佛了。你是佛，他是佛，我也是佛，本来是佛。那我们要回头想想，本来是佛，现在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啊，经教里都讲得很清楚，迷了本性，破迷开悟，就回过头就成佛了。迷而不觉呢，这就变成凡夫了。这么回事情，虽变成凡夫，自信没有失去，本善没有失去，只是迷了，它不起作用。啊，我们对于这桩事情要能够相信，那就有救了。啊，我们这一生。人生第一个目标是什么？是要把我的本善找回来，是要把我的佛性找回来。啊，这是我们一生当中头等大事啊！啊，那现在世出世间圣人都告诉我们，从哪里找起？从降低欲望，放下欲望，从这儿开始。啊，这个欲望里头，细说，就是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所讲的七情五欲。啊，佛家讲情执，啊，情执是七情啊，五欲是七情里面有个欲，啊，这个欲又分五种，财色名食睡，啊，这些东西生活不能没有。一定要知道适可而止，过得去就行了，不能有贪心呐、啊，更不许可有贪而无厌的，那灾难就现前了。啊，所以大乘经教里佛常讲，贪嗔痴慢疑这个东西要远离。啊，不思邪物。没有邪思，没有恶念。又一即是说，直去菩提，名断性；不求于事，名正义，其意更深。这个意思深啊，前面我们所讲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儒家常说的，
说的是人道啊，没有离开我们人。一级的说法呢，提升了，提升到大乘啊，盖以唯取菩提实诚断心，这是大乘佛法，它的标准。菩提是梵语，意思是觉悟。啊，直趣菩提，这是大乘菩萨心，所以发菩提心呢，我们在最近这20多年讲菩提心呢，都用10个字：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啊，这是菩提心啊。端心用这个标准，这是大乘菩萨，这是专求佛道啊。啊，在我们净宗，一心专求净土，亲视弥陀，以这个为断心，也就决定在这一生成佛，不求于世，这叫真意。啊，就是没有其他的念头，所以这个意思深啊。啊，唯求菩提，也就是佛讲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我就决定求佛，我这一生要成佛。因为我本来是佛，对自己有信心，对佛菩萨有信心，啊，那么遇到这个法门，对这个法门有信心，哪有不成就的道理？啊，除了做佛之外，做菩萨我不甘心，做辟支佛、做阿罗汉，那我更不要了。于无所求啊，那人天福报了，那更低了，统统放下了，哎，这个意就真了。啊，儒家讲诚意，啊，诚跟正的意思是一样的。能如是端正身心，自然不会中惑，肯定的。啊，我们讲这中惑，就是现代的现代人，从大乘经上所看到的，啊，现在人造的。杀盗淫妄酒，这干的事情啊！啊，念头起心动念，贪嗔痴慢疑，啊，情绪怨恨恼怒烦，这15个字啊！啊，我们冷静看社会。看一切众生，谁不在造？
啊，大家都把这当作正常，就认为都是应该的，啊，毫无节制。普遍在造作，啊，不知道现在灾难是因为这个起因的，啊，果报已经现前了，现在觉悟还来得及。啊，觉悟之后怎么办？说个老实话，觉悟之后唯有念佛可以救。为什么？念佛是正中之正，善中之善。啊，除念佛之外没法子。这个道理不能不知道。啊，那么端正身心呢？确实就是老实念佛，自然不为众恶，就是放下万缘啊。故云甚为大德啊，大德得之至也啊，至高无上之德称为大德。啊，那么今天修佛的人很多，修净土的人不少，几个人真修呢？啊，也许我们自己都认为我是在真修啊，那你就得问一问，这15个字有没有？你还有没有杀盗淫妄酒干这个事情？你起心动念有没有贪嗔痴慢疑？啊，每一天情绪发作有没有怨恨恼怒烦？如果有这个东西夹杂，就不是真修。啊，念佛是大德了，这些东西夹杂在里面，把你这个大德都破坏了。啊，佛是念了，没有德。这一桩事情，我们一定要多多去看看慈云灌顶法师、大势至菩萨圆通章的著书，后面念佛人100种果报。就好好看看这篇东西。啊，这一篇东西我们可以把它印成单章来流通。啊，我们念佛在100种果报里头，自己啊好好去想一想，100种我是会得哪一种？啊，善多握少啊，一口开化了。这一句是讲的十方世界善多握少，好教啊！啊，在我们这个世界，我们可以说。150年之前，我们这个世界善多恶少。那个时候，三教都很盛呐，佛法兴旺啊，
道也兴旺，儒也兴旺。啊，好教啊！啊，最近这150年。变了，啊，实在讲，哎，中国人常说上行下效啊，这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国家领导人。他的形象关系太大了。200年之前，中国国家领导人是谁呢？慈禧太后。啊，那么提起慈禧太后，我相信每个人都知道，叫老佛爷。老佛爷的样子好不好呢？这就是我们今天受苦受难的根源。历代帝王对三宝都称弟子，见到真正出家人。有修行的人呢，啊，都非常恭敬呢，啊，这高僧大德都拜为国师啊。慈禧太后自称老佛爷了。他把他的地位提升了，啊，他在诸佛之上，佛菩萨都在他下面了，对佛菩萨不尊重了。上面这个表法，让全国有意无意当中，对佛菩萨那种恭敬心。真诚心逐渐就淡了。这个头戴得不好啊，影响太大了。啊，虽到清朝亡国。啊，清朝亡国到今年100年了，佛法衰了，啊，前面20年还有一些修行很好的佛门弟子，在家出家的。啊，往后就是最近的这80年当中，真修行逐渐少了。啊，在最近的半个世纪50年当中，我们已经看不到了，没几个了。现在这些人都凋零。真正想学佛，没老师了，没人教你了。啊，科学技术发达，印刷方便，成本降低了，今天法宝。容易，法宝多，
啊，在过去没有这么多啊，想找一本经书非常困难的，啊，现在法宝很容易，但是没有人学了，法在无人学。啊，学习佛法的人里面很多很多，几乎至90%以上，啊，对佛法都打了问号，也就是没有一种真诚恭敬心去学，啊，带着怀疑。怎么能够像开经记上所说的愿解如来真实义，你带着疑惑，没有真诚恭敬心，天天去读经，去学习经教，学一辈子，不解如来真实义。这个原因要知道，因为佛经是佛菩萨从自性里头流出来的，自性是真心呐、啊。如何能得真实义呢？我们要用真心去求。所以印光大师一再教导我们：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十分沉浸，你就得十分利益。我们现在没有沉浸心呐，所以什么都得不到。得到一些什么叫皮毛常识，往往把经教的意思错解了，啊，错解如来真实义，曲解了如来真实义。这都是罪过 啊！这是今天学佛最大的难处啊！我们如何培养我们的真诚心跟恭敬心啊？没有真诚恭敬，就学不到东西啊！佛法学不到，古圣先贤东西都学不到。啊，学儒不像孔孟，学佛不像释迦，学道不像老庄。什么原因？真诚恭敬没有了。啊，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教我，真诚还不够。他教我用至诚感动。啊，至诚什么意思？真诚到极处叫至诚，要用这样的心。真诚到极处啊，就是此地。义极大师所说的这个标准，比正心诚意功夫深。啊，要诚意到极处啊，才能感动。老师这个话说的是非常非常有道理。为什么？在今天这个时代啊，我们找不到好老师了。经典在。
如何在经典上得利益？那只有靠这一句话，真诚到极处，求感应呐、求悟处啊，不向外求啊，向内求啊，外面求不到啊。至诚这才有感，跟佛菩萨有感应道交。用至诚心去感，那就通了。这个通什么？悟了。这虽不是禅定，但是与禅定很接近。老师指出这样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可以帮助现代人。这是我们看到佛说的他方世界，善多恶少，好教。那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呢？善少恶多，不容易开化了。这个开是开示，化是教化，非常难得。家乡俗语，他土中，这就是他方诸佛国土之中。多有甚远啊，语言殊胜啊，又说善报强盛，做善为义善报的力量强，语言殊胜所以行善。做善容易此土无此二缘，特别是我们现在遇到的这个时代，我们没有这两种缘善报的缘没有。做善的缘没有，现在做善非常困难，障碍重重做恶容易你做恶，你欺骗别人，敲诈别人人家说你有本事赞叹你你行善，别人看到摇头。回谤你，批评你。现在是这么一个社会。价值观颠倒了。所以行善呢，非常非常之难呐。开化即佛开导教化。下文，为此无我世界。这个无，就是。这一篇经文里面所说的“杀盗淫妄酒”，这五种恶，也是佛家讲的五戒。五戒全没有了，造这五种恶，是无恶世界。
啊，知利无少。啊，实际上这三句，经上是令舍无，去无痛，利无少。啊，其意如何？啊，这并不难懂。啊，详化其意，令持无善，无善就是无戒。啊，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不妄语，不饮酒，这是无善。家乡素云，详化其意，习心如道啊。这个习就是愿的意思。令持无善，顺教修行。啊，无善，佛家的这个无善就是无戒。跟中国传统里面讲的五常是一个意思。经教里的常说，人一生能够守五戒，来生不舍人身呢。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人间，拼的是什么？过去生中无戒修得好，是这个因呢。佛讲因果，每一个人到这个世间来，两种善业。第一个是引业，引导你到人间来投胎那个人生。引业就是无善，啊，就是无戒。过去生中，你无戒修不好，你得不到人生。啊，过去生中啊，我们五戒修得不错啊。啊，这一生当中呢，这个业因成熟了，遇到缘了，啊，你到人间来了。啊，可是虽然都得人生，你看贫富贵贱至于不同。啊，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另外一个业，叫满业，圆满的满。满业不一样啊！啊，满业是怎么修的呢？积功累德，是从这里修的。啊，积功累德，总不外乎布施，就是六波罗蜜，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是这个六种。这个六种呢，那你到人间来了，你如果都修了，后人那就大富大贵呀、啊！啊，聪明才智啊！啊，特别是布施。过去生中财布施多，你的财富啊，法布施多的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多的健康长寿啊，种什么样的因啊，就有什么样的果报啊，这叫满意。
都搞清楚，都搞明白了，你就能知道自己，也能知道别人。啊，那么自己如果有欠缺，我们物质生活很清苦，过去生中财布施的少啊，想改进自己生活怎么办呢？修财布施。明朝袁了凡先生命中财不多，生活是相当艰苦。啊，云谷禅师教他改造命运，他听话，他真敢。啊，他的命运真改过来了。啊，命里头是个，他是个读书人，命里头没有功名，所以读书的要命啊。功名是什么？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学位。啊，如果你命里头没有博士学位，没有硕士学位，你一生就拿不到。那他命里有才行啊！哎，在中国古时候，最高的学位叫进士，就相当今天的博士。啊，硕士，从前古时候叫举人，举人是第二个学位，第三个学位是秀才。啊，秀才就好像大学毕业学士。啊，了凡先生只有学士的学位，再上去了没有，所以他只是秀才。啊，命里头没有举人，没有进士。啊，你看。他真的能改造命运呢，断恶修善呢，积功累德了。啊，参加举人的考试，哎，他居然考中了。这命里没有的考中的，那就你这一生修的改过来了。啊，不但中了举人，中举人之后再去考进士，他又考中。啊，所以他一生命运真的改过来了。命中的寿命只有53岁，他活到79岁，你看都活了21年了。那个21年呢，是他这一生当中修得的。啊，所以你看，财富、功名、寿命，通通都可以取得了，在自己不在别人了。啊，了凡先生虽然学佛，实在讲他还是没有离开儒，也就是说没有离开世间呢。如果是行菩萨道，注意要记住，行菩萨道基本的条件是要把我放下，有我
就没有法子修，不行菩萨道了，那是求佛报。无我，你所成就的是功德，功德的果报不可思议。这也就是为什么世尊在经教当中教导弟子们，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非佛弟子。因为佛弟子是菩萨，菩萨是真正佛的弟子，就好像是正课班。声闻缘觉不算正课班，他们比不上实性菩萨的初性位。你看，初性位断烦恼，跟小乘须陀洹相同，但是须陀洹不算正课僧，实性位初性菩萨是正课学生。这个道理我们要把它想通啊。那为什么要先学小乘？小乘是破我执。《金刚经》上讲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这小乘。从初果到四果，都是破这四相。这里头功夫浅深不同。那么大乘呢，不但破四相，当然破四相是基础，破四相之后要破四见，就是念头都没有。无我见、无人见、无众生见、无寿者见。这是大乘。那换句话，大乘无我，用现在话说，他没有自私自利，没有名闻利养，没有贪嗔痴慢，全心全意为度苦难众生，为护正法救助，他才能做得到啊！如果还有一点私心，他就做不到了。这两桩事情，一个是普度众生，一个是正法救助。只要有自私自利念头，他就做不到，他就不是真。佛教人先学小乘，后学大乘，意思在此地。你不能不知道佛的用意。所以大乘菩萨了，确实是非常可贵，值得尊敬的。他没有私心的，他在这个世间完全做出我们人这个看法，就是牺牲奉献，他真正做到牺牲奉献。那在他自己呢，牺牲奉献念头没有，他还要有这个牺牲奉献的念头啊，他心就不清净了。我们人间看到，这个人真的做到牺牲奉献，他没有这个印象。
那么佛希望所有的弟子通通是大乘根性，但是大乘根性一定要有小乘的基础，小乘就是彻底放下。那大乘呢，放下之后又全面提起，是放得下提得起，提起什么？两桩事情，普度众生，正法救度，这两桩事情。我们从放下之后心一转，那就是大菩提心，念头一转，不舍众生，众生太苦了，要帮助他。怎么帮助呢？一定要正法救助。正法救助怎么做起？从我自己做起，做表法，做出样子给大家看。做出什么样子？持戒修福，做给别人看。别人不知道持戒，我们做出来给你看。现在这个社会要把《弟子规》做出来，《感应篇》做出来，《十善业》做出来，《菩萨六波罗蜜》做出来，最高的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做出来，那就是大德了。这个确实是不为众物，心里头一点恶念都没有，一丝毫邪见都没有，所以这里说的，这是家乡书里面讲的，香花起意。他对自己说，降服自己，自私自利，这个意不为自己了，这样你才能入得了道。这个道是菩提道，菩提道就是觉悟，真正这一句习心入道啊，用我们换一句话说，比较上容易懂，改邪归正，正是道破迷开悟，悟是道。我们现在的心为什么入不了道？它有障碍。障碍就是烦恼习气，妄想分别执着，这个东西放下了，前面这一句降伏起意放下了，你自然就入道了。入道之后令持无善，顺教修行，这是自心化他。
而偏重在化他。为了化他，我要把佛陀的教诲表演出来，做出来给人看，别人才相信。所以自行的目的是为他，不是为自己。要为自己呢，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就可以了，不必惹这些麻烦了。为什么在日常生活当中，这些小小的细节都要把它做出来？原来是做给别人看的，这叫大慈大悲也。为人演说，演是表演出来，做出来。说是用言语来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做法？说给人听。这就是常说的，菩萨肯定是身行言教，一定是先身体做到，然后再说给人听。自己做不到。你叫别人，人家不相信的。如果说修行好，你为什么没修？你说杀生吃肉不好，可是你自己还要吃，那不行，人家不相信你。你自己素食。远离杀生吃肉，叫什么？无为布施啊！果报呢？健康长寿啊！一辈子素食，健康长寿，人家看到了，大概是有一点道理。他要希望健康长寿，他就跟你学习。佛法教人健康长寿幸福美满的生活方式，他真做到了。静心与家乡均为无善即无戒，令持无善就是无戒。一定要把无戒摄善的样子做出来。福德乃善行即所得之福利，你所得到的福，你所得到的利益，这叫福德。家乡所以获其福德，举远近而苦，成其行也。晋国呢，如晋言素语，有耻无戒，与现在世深安无苦。不杀生，心地仁慈善良，你的心安理得了，你的心是定的，心是安的，心是欢喜的，在佛家讲的慈悲心。不杀生
不但不杀生，对一切众生没有伤害的念头，不但没有行为，念头都没有，爱护一切众生，尊重一切众生，你爱护他，他也爱护你，我们学佛的同学都感到自己的业障重，世事今生没学佛之前造作一些对不起众生的恶事杀害他们，吃了他们，学佛之后知道了这种心行是错误，我们忏悔，改过自新，不但不再杀害，而且加以保护，善待一切众生，心安理得，不偷盗，不偷盗要做到什么呢？没有去占一切众生的便宜，占一点小便宜，这个念头是盗心的，虽然没有盗的行为，还想占一点便宜，这是盗心，连这一点也把它断掉，在取舍之间，我们取，只要够了就行了，不贪。我们给别人多多益善，取要少，给人家要多，这是义也。不杀生是仁，仁爱。不淫欲是礼，要守礼，礼是讲戒度，就是讲节制，有分寸的，不能过分，不能够违约。不饮酒是智，饮酒的人迷惑颠倒，酒后往往造作许多罪业，他自己不能控制，不妄语是信，跟任何人往来要讲信用，所以这个五条一定要完全落实，认真去做。别人不做了，我们做。我们很认真去做，在一生当中，无论在什么境界里头，你的心都安。你没有恐惧，像现在一般，这个社会上一般情形，很普遍的，像心浮气躁，你一定是心悦神怡，跟他们不会一样所以你深安无苦。这是尽的果报。
缘故者呢，得生净土，定证涅槃。这是修净土的。修净土，我们只有一个目标：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换一句话说，轮回业不造了，把它断掉啊！轮回业是什么呢？贪嗔痴慢疑啊，这个五毒连根拔掉。我们一个愿望，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啊，为什么？只有在阿弥陀佛这一会下，我们一生成就无上菩提。啊，我们目标达到了，就定证涅槃了。定是决定，一丝毫怀疑都没有。啊，真涅槃回归自性。华严经上，妙觉如来，这桩事情，世尊与十方诸佛都明白地开导我们，善导大师。是阿弥陀佛应化在中国，日本人相信。我第一次访问日本，那一年我记得我49岁，啊，跟道安法师，啊，道老组团。他要我跟他一起去访问日本，好像20多天，将近一个月，在日本几乎完了，从东京以南全部都读完了。啊，我问日本这些法师们，他们对善导非常崇拜，啊，我们中国人疏忽了，啊，善导大师的像，啊，彩画的、泥塑的、木雕的，啊，几乎到处都看得到，啊，还有一个智者大师，天台宗。这两位祖师像的时候，在日本非常普遍。啊，我问他们，我说传说善导大师是阿弥陀佛再来的，智者大师是释迦牟尼佛再来的，你们有没有这个传说？说有，他们相信。都出现在唐朝啊！啊，善导是阿弥陀佛再来，善导的话就是阿弥陀佛亲口告诉我们的。啊，他告诉我们什么？念佛法门，万修万人取啊，一个都不会漏掉的。这个话是真话，又告诉我们一句话是：诸佛所以心出世，唯说弥陀本愿海。这上头讲的啊，一切诸佛出现在世间，
只有一个意思，劝大家念佛求生净土。其他法门是附带说的，这个法门是主要的，一定要知道。你不相信这个法门呢，佛再教给你别的法门。啊，别的法门是给你种善根，不一定这一生能成就。净宗法门这一生当中决定成就。啊，所以这个法门稀有难逢啊，理太深了啊，念佛太容易了，就行容易，知太难了，叫知难行易的法门。那不知道没关系，你老实念，到极乐世界就知道了。啊，那么条件决定是真心，一点怀疑都没有。啊，虽然经教不同，我真相信，我真愿意往生。欧耶大师说，能不能往生呢？决定在信愿之有，我有信有愿，就决定的是。啊，生到极乐世界，品位高下，那是你念佛功夫的前身。啊，能不能往生，决定在信愿之有，有信有愿，临命终是一念都能往生，所以一念、十念都可以往生。啊，可见的信愿重要啊，决定不能怀疑。啊。底下净隐疏曰：“后生弥陀，终得涅槃，现世安乐，身后往生，故云护其福德了。”这个福德是究竟的福德，是圆满的福德啊，不可思议啊！这个后就是身后。那命中之后啊，你往生到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去了。啊，到极乐世界，你一定圆满证得无上菩提。啊，所以念佛法门，现世安乐，心安，身乐啊，没有忧虑，没有烦恼。没有牵挂，这就自在了。啊，安乐与富贵不相干的。啊，现在我们看到很多人富而不乐，贵而不乐。做大官的，甚至做总统的，哇！我见过很多，不快乐啊！啊，拥有大财富的，啊，百亿的、千亿的这种财富的，不快乐啊！每一天还是愁眉苦脸，啊，日子过得很辛苦。所以我们在佛经典里面看到啊，学佛无论在家出家认真学习，确实现世安乐，身后往生，佛德无量无边的。
前面这段经文，是说明断恶修善，成就大德。啊，那么下面呢？这是别事啊，一桩一桩给我们讲无，因为无是因啊，无是杀道因妄求，经文确实是这样。我们看，先把这个经文读下来，经文很长，七页纸。世间诸众生类也，欲为众恶，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地相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龙王阴阳痴卧王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有学士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生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极刑，浑身运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为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这一大段讲的是杀啊，杀生的因果。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在恶之中，首标杀生物。啊，这第一段讲杀生，太闲也。世间所谓也，死苦为穷。这个穷不是贫穷的意思，急啊，这注上了急啊，是以死苦啊为最严重的啊，损他之中，无辜夺命。啊，损是损害别人，啊，损害别人最重的是杀生，夺命就是杀生。人所最怕者死也，不但是人，动物，再扩大讲生物，没有不怕死的。啊，所以死人最怕，人所最惜的呢是命，最爱惜的是生命。到要命的时候，他什么都可以学啊，功名富贵都可以学，他要命
是以杀生啊，杀害他生，最为大恶。此不但佛教，其他宗教也戒杀人。啊，佛教对于这个事实真相了解透彻，不但人不能杀，所有一切动物都不可以杀，啊，蚊虫蚂蚁。佛门弟子都知道爱护我啊，其他宗教虽然没有讲到这些动物，但是一定讲到啊，不能够杀人啊，这是所有宗教啊都说到。经文当中写明杀恶，无恶第一个是杀害众生，闻曰强者弗若转向克罪，残害杀伤地相吞啖啊，这个四句。福是享福，克跟下面这个克服的这个字意思完全相同，也是杀啊，战争时候克敌啊，也就是杀敌。慧疏曰：强者弗如，能杀者为强，所杀的呢？这是如人畜皆然啊，人跟人相杀，畜跟畜相杀，都是这个状况啊。转向克罪者，克为至深杀害。贼是贼害，如雀取螳螂，人亦取雀。故云转向啊，又景心大师说：“克者杀也，贼者害也，残害者凶残伤害。”杀害者杀生致死，或伤害其身。这个里面的意思都是指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所习见的、所常见到的事情啊。那么在今天的社会可以说太普遍了，佛在经典对于这些事情讲得太多，甚至于说到人世间为什么会有刀兵戒啊？刀兵戒是指战争，这是人与人之间最严重的大恶，是战争啊，互相残杀了。
佛在经典里面说得好啊，如果我们真想免除这个世间的刀兵劫的灾难，他说除非众生不食肉，啊，于免世间刀兵劫，除非众生不食肉。我们还离不开吃肉，那这个灾难就不能避免。啊，换一句话说，食肉就是战争的果报。佛是业余道破，我们这一生当中，经历过两次的战争，啊，这是我这个年龄。比我大的要经过三四次，满清亡国之后，军阀割据，啊，中国内战没停止过。那时候我小，没有经历到，我所经历的是中日战争，就是8年抗战，啊，第二次。经历的是国共战争，啊，看到战争的痛苦，所以一接触到佛法之后，啊，听到佛经上所说的。我就采取素食，我学佛半年就素食了。啊，原因是真正看到战争之苦，啊，佛说这是从吃肉伤害众生这个因。啊，经上讲这个残害啊，残害杀伤，在人间是战争啊。那在动对动物来说呢，这就是杀害这些动物啊。现在。我们看看餐馆，在大都市里面，你看到酒店，你走进去，你看到那个宴会上酒席里面放的什么东西。全是众生的尸体，没有修复之前叫迷惑颠倒啊，看不出来，以为那是美味呀。修复之后，那点良心出来了，看到是什么不一样了，那是尸体，死尸啊。这还能下咽吗？啊，还敢去动筷子吗？
旁边人看到我们的态度，说我们迷信，啊，说我们有福不知道享，他认为那是享福，啊，这是口福。啊，我们今天知道啊，口业那也是属于口业，口业不是欺骗人呐、啊，你吃东西不是口业吗？是口造业吗？啊，这是什么业呢？总而言之，全叫做地狱业。啊，地狱罪满了之后，还要还债呀！啊，《楞严经》上佛说的很好啊，吃他半斤啊，将来要还他八两啊。现在时候吃的是口福，将来还债呢，那叫什么呢？因果定律里头叫丝毫不爽啊，啊，欠命的要还命啊，欠债要还钱啊，啊，纵然到无量劫因缘聚会的时候，果报就现前。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在现实社会里头遇到这些事情，我们就晓得业因果报啊。啊，别人对我们的伤害，我们不会放在心上了，想到可能过去我对他的伤害，今天他了，我的果报清了，这一笔账了了。啊，一般人说我们学佛是阿 Q 精神呢，我说阿 Q 精神就是菩萨精神，不是坏事啊。啊，一定要做到与人无争，与世无求。啊，处处退让。我们自己真正得到的是什么？心安理得。我们道理明白了，心就安了。无论是顺境是逆境，啊，多欢喜承受，忏除业障，断恶修善，积功累德，是佛教我们的，我们的真干呐。啊，纵然这些众生过去伤害给我，啊，今天在还债了，我们也不忍心他的生命受到伤害，不忍心做这个。啊，那钱财就更不重视了。里面贪嗔痴慢放下了，外面杀盗淫妄不再造了，我们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
幸福美满的人生。就是佛在此地说了，这个无我我们放下了，不着了。啊，五种恶因，这个因是贪嗔痴慢，语言是怨恨恼怒烦。啊，如何能把这个东西真放下？经教不能不学。啊，不学经教，不晓得其中的道理，所以你放不下。啊，经教学一遍两遍不够啊，太少了。因为我们阿赖耶识里头恶业的种子太多了，时间太久了，所以它的力量也就是习气很严重。啊，如果不是认真努力在教理上下功夫，很难回头。啊，古人这一句话说得好，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只有常识熏修，我们才真正得理，啊，才会醒悟过来。啊，醒悟过来之后，认真努力修行，修是修正，行是行为。过去我们想错了，我们看错了，我们做错了，我们说错了，现在明白了，统统改过来，叫真正忏悔啊。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要像一个人。啊，人要有仁义礼智信，这是做人的基本条件。啊，就是佛法里面讲的五戒十善呐，你都能落实，这像个人。啊，不再造恶业了。啊，在佛法里面讲了，你能够有条件保住人身，来生不堕恶道，这是最低的一个底线。从这个底线呢，慢慢在向上提升。啊，经教是标准，依照这个标准修正。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啊，念念都跟经教相应，这叫善行，这叫正行。啊，如果跟经教相违背，这是恶行，这是邪行。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